这是球馆在上面，还蛮特别的。好的，那非常感谢这个日方有提供了这个练球场地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练习赛的对手呢，是大部分由日本的一些街头篮球员组成的球队，那其中包含了日本 Four Court 21两届全球女子冠军 Natsu。那各位等一下其实可以看看我们的 highlight， 那 Natsu 她虽然身形娇小，千万不要小看她，打爆你。踩一点，不能让这个人也挡，他就往下丢了。阿弟，加油！你们一定可以去做得很好，因为就看各位把会抓到我要的人进来，我一定会觉得说你的功用是什么，我会跟你讲过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进行了一场非常开心的友谊赛哈，那也帮助了一位选手做一些台日交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家也累了，那我们大概就今天就到这边结束。那让选手回去休息、吃饭，然后准备明天的阿迪达 Future Bounce 2020。那也期待我们选手可以打出好的成绩。那请大家一起为我们加油，谢谢。他太快，艾金太快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每个都是身材都差不多，然后都是技能就是都会运球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大家都会守到啊，反正就守到上面，然后就是包夹，然后就技巧就要收进来。一定包不到，跟你讲。可以啊。你要等他来，我们不要去理他，就等他运球。他来，对，等他来找你。运球，他运球再开始上去。反正就踩一边给他。然后那时候就变成没有三线。他还是啊，什么呢？就是三线，对，就是那时候他好像那个人在这吧，然后他守这里啊，然后球在这里进攻，球在这里进攻，然后那个人就这样过来，然后他就过跟过来，他就跟啊，然后就进，他就对啊，然后他就变这样跟过来，然后他就觉得那个人不是他的。那个人还是他的，那个人就是他的。就是没有，他就是说就是三。